断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走？我是不是可以用走？是没断啊，是被带起来了，懂不懂？任何一个关节都可以当头。哎，所以不要那么死啊！但是你不可以断，你不可以这样就没有了，这样就没有了。我如果这样子就有，你看，我如果到这边死掉了，是不是？我用手肘带，我用手肘带起来，我的手肘带起来方式是这样子起来就有了吧？我到这边我是这样起来就没有了，因为断掉了。有没有看到？有。那个势是一个整体的哦，不是单独手臂的哦，你要带起来的势是那个整体的那个动能。所以你那个为头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关节要带起来那个整体的动能，整个结构，哎，整个的流动，而不是单独一个手臂，这样才合理。好，大家懂？好，你们今天学的是千贯穿之理啊。